宁公子，师门急令，幸儿先行一步。君勿忘我，我亦念君，君心我心，日夜思君。红绳还给你了，但愿见到他时，不要只想起那个大小姐，你也要想起我。哎，也不知道大小姐现在怎么样了。我要赶紧回去。不过，这是哪儿啊？终于回来了。好多官船呢，老徐不会一直在找我吧？是林公子吗？嗯，这个声音。林公子你好啊。高大哥你怎么来了？林公子果然厉害，初次见面就知道鄙人姓高。在下高俅，见过公子。高俅。徐大人你干嘛呀？林小哥，我是为你好，千万别在他面前提那个名字。他是高手的兄弟吗？林小哥，都叫你别说高手了，你还一直说高手，你这样一直说高手，万一他听到你说高手。高手？高手在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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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说呀说呀，我弟弟他人在哪里？那边。弟弟，哥哥来了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明明刚才一直都是你在说好不好？哎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比起这个，林小哥听说过陆中平吗？不不不，我才不趟这趟浑水，大小姐现在肯定等着我回去呢。小大小姐准备回金陵了，和我们带句话，要是找着林公子，叫林公子自己走路回去。小玉若，这个剥削阶级的坏女人，金陵跟杭州都跨省了好不好？林小哥，其实这些天发生了一些事。什么？你有所不知，你失联的时候，萧大小姐急得不行，没日没夜的找你。可这几日，杭州流出了这样的声音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萧家大小姐施了些龌龊手段，才坐上金陵商会会长的位子。听说她还和家丁有染呢，好恶心啊！因为这些流言，萧大小姐一气之下病倒了，萧家现在乱成一团。怎么办啊？城西的店铺被人找麻烦了，那些见风使舵的，专挑这时候来惹事。皇上，那个红绳断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林三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从我床上下去！不要脸的家伙！我又没干什么。闭嘴！你还回来干嘛？跟那个妖孽鬼混去啊！反正你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啊！大小姐，林三，你病了真是太好了。什么？你病了没人监工，那我就不用上班了。我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工作摸鱼，随意旷工。你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吧。好了，该去收拾那个耍小聪明的家伙。搞这些的肯定是陶东城，从哪儿入手好呢？高俅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徐大人让在下护送公子的。徐大人说了，若公子有什么想查，可以去找白莲教的余孽问话。这个徐伟真是什么都猜到了。不招是吧？揍他！臭小子，居然嘴这么硬！累死我了。这么快
然就结束了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，这点拷打我是不会招的。啊，袜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林公子。抽他，转他，第二轮，上吧。竟然还不招，陆兄果然是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呐，佩服佩服。我呸，姓林的，你都把我嘴堵上了，我能招吗？我赵大哥，要不咱们来点新花样。现在我与你不共戴天，你要本事就解开我，来场男人之间的较量。行啊。你谁啊？麻烦大姐帮我看着，别让他跑了。陆中平，群殴还是单挑？你自己选吧。单挑，我选单挑。你一个挑我们全部。等等，单挑。怎么要换？单挑这么多人，那群殴是什么意思？我打你一个。有什么不同吗？林三，你真是无耻至极，我是不会屈服的。哦，那我只好咕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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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招，我招，我什么都招了。这还差不多，把陶东城的消息都给我交代出来。大哥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，你到处散布谣言，还让人去骚扰萧家的店铺，玉若姐姐都因此一病不起了。那又怎样，年会时萧家那样侮辱我们，夺走我的会长之位，最可恨的是还弄废了我的右手，这几天我上厕所有多不方便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公子。大人说话，把宁一边去。公子，小人已打探清楚，萧大小姐身体抱恙，萧家的店铺受到重创，他们打算明日一早回金陵。另外，那个叫林三说了，宝贝，不要怕。陶东城就是无能狂怒，让他一边凉快去吧。明天回金陵是吧？看我不弄死你们。哟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在林兄意料之中，那明天就等着看好戏了。一虎，二虎，三虎，四虎，五虎前四虎突击。哥哥，他们早有准备，我们还是撤吧。老板别急，我跟那四个蠢货可不是一个等级的，就让我来对付那个林三吧。